大家好，我是奥运站海淘湾美联 Jackie。咁今日咧就为大家介绍一个帝丰王殿嘅单位，特色单位。咁啊，呢个单位咧就834尺。咁我哋先入去望望下。第一间房业主做咗呢个书房。咁啊，第二间房业主咧就做咗少少榻榻米。咁啊，將張牀升高咗張台位，咁啊有書台啦，有衣櫃。跟住我哋再入嚟呢個主人房，咁啊主人房都做咗成組啊衣櫃上到頂啦，咁啊亦都有張大牀。咁仲有一個特色就係佢呢道門咧就可以通出去，可以直出到去平台花園，唔需要一定由廳出去嘅。咁我哋睇下其他。这个就主人套厕，跟住再来这个客厕啦。咁啊，大家都去望下客厅同埋饭厅，都好阔大宽敞。咁啊，望一望个厨房，一个 U 字型嘅厨房。佢仲有廳呢個位置，亦都有多道門咧，就可以由呢度出去露台位嘅，可以出翻去出邊嘅平台。咁我哋繼續嚟呢度欣賞下先。呢個就一個趟門，如果當大家開 party 嘅時候，可以將呢道門接推開去，變成一個好大嘅平台。咁我哋可以出去出面望下。我哋依家睇埋咧露台，介紹一下俾大家。呢個露台1731尺，要嚟招呼三五知己非常之好噶。咁呢個露天有個廚房位，大家認為咁大嘅平台有咩用途啊？嗱，當然可以開下 party 啦，仲有啲花花草草。咁如果小朋友或者有寵物嘅，當然有個咁大嘅空間俾大家玩噶啦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隨時call我 Jackie Show 為大家解釋。